各位同心，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各位同心，请起立。起立，大家请坐。来，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大家好。今日咱这节课的上课是咱的高级班第十八届，好，咱大家会记得哈，你是十八届。九月七日的上午6点到8点啊，我相信有真侪人呢，有伫这个网络顶端啊，台湾民政府的官网，看到咱美国华盛顿 DC 世纪饭店的实况转播。我相信真侪人看到转播的迄个现场啊，台湾人将来68年来唔捌讲办一个酒会，遐尼啊济美国人来参加，包括伊中华民国68年来，中华民国伫美国办的酒会，伊办的酒会拢伫对，那毋是伊的双向园，就是我那赶快伫世纪饭店。世纪饭店，这是一个美国的政治酒会中心啊。在美国，白宫伊若办酒会的时阵，伊伫白宫办；啊，若无伫白宫办，伫外口办，一定是经世纪饭店。所以这边咱有32个中心啊，啊去美国参加这个酒会。咱去参加美国的这个酒会中心啊，我相信大家内心拢有一种的感觉。要去以前，我都甲大家报告过。你爱想呢？我相信你一世人，你都做梦，你都无想着讲，你会当伫世纪饭店内底去参加这个酒会。所以，唔是讲干那参加这个酒会的意义伫度。台湾人是足可怜的，68年来，中国人、中华民国的政府，伊无爱训练你台湾人，无要甲你教台湾人要安怎参加酒会。所以我相信，这32个同心啊，回来以后啊，个个啊拢非常的欢喜。我相信恁伫电视顶端看到迄两个镜头，因为咱是用两个镜头咧甲转播。当然，这个酒会形式就是美国人饮食习惯的。啊，有的人会讲啊，啊，你感觉酒会安内含记者会难做会？各位，这就是一般真真正正国际上的记者会的形式啦。什么人要讲开记者，真正是咱现主席中华民国的这个媒体啊。拢开记者就是开记者会，其实中华民国这记者拢记者会拢假呀，拢事先给你安排好呀。到这久以来，台湾人敢还阁唔知影吗？记者会酒会难咧开，是因为记者会台先这个酒会内底，先大家互相中间会当互相知影对方，知影对方以后先沟通，然后。声明就是记者会，记者会以后留予人时间，因为有个人无歹势讲伫当场甲你问请问问题，所以这个记者会目的是这个所在。记者会诶，这个目的就是讲
要予咱的来宾、咱的记者含咱做、含咱斗阵啊，哎，拢 enjoy， 就是真欢喜伫这个酒会内底，沉浸伫个酒会的气氛内底。我相信有真侪同心去参加了，包括美国啊，拢讲哦，参加遮尔啊侪酒会、甲记者会啊，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窝心的记者会。我真希望咱那32个同心去开这个记者会，目的坦白讲，大家训练。咱六个州的州长、咱的高山主席拢有去。我的太太，我嘛鼓励伊去。想来鼓励伊去，我希望因去看。大家会当看讲，人遐阿多啊，人遐警察到底穿啥物物件？大家拢穿西装。爱西装，穿个西装拢规规矩矩呢，这就是学习啊。要学习什么物件？日本人、美国人、台湾人、中国人有啥物款的无同款？我相信你若是美国，尤其即马少年也真多，我希望恁呢，伫这款的，当然无去参加聚会，但恁爱伫迄个文章内底去甲看，讲美国人。因生活是生活什么物件？我相信恁一定有一个感想。周慧春含遐美国人伫讲话的时阵，你会感觉啥？美国人绝对第一点，伊袂嫉妒你，袂嫉妒你。你看较好个，伊袂甲你嫉妒，伊拢会安于现状。中国人拢会甲你嫉妒。过去台湾人实在是袂嫉妒啦，但是即摆好像中国啊，训练啊，拢差不多个。大家拢去炫富，我相信你若伫美国伫留学个囡仔，你会感觉讲，处理真好个，你同学之间啊，无人知影。在台湾就无同款啊，台湾好像中国人教啊，老爸老母都爱用轿车去甲伊载，啊，轿车就一只比一只，一只比一只较好豪华，让囡仔内心内底无钱个囡仔感觉甲你嫉妒，啊，有个钱个囡仔。伊家己骄傲，各位，咱台湾人要行路还阁真长。咱是高级班，咱后摆是绝对100%拢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府的官员。啊，这政府的官员上界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效忠台湾的心袂使变，你不能够背叛台湾。你若背叛台湾，会安怎？你袂安怎？咱个国际个州长，咱个高山族个主席会甲你除名。你袂当讲参加台湾民政府，阁去参加国民党，阁去参加民进党。啊，我欲听看卖，你欲听会使，你也甲你个州长报备。这是对台湾个中心个问题。所以，这节课头一节课，我都爱予你知影，各位。咱这边参加聚会有30几个媒体的记者，啊，佮有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的党鞭，因为2007年做多数党的领袖，2009年开始做民主党的党鞭，叫做罗德·迪克。咱也佫有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来参加，含名片都摕予咱。咱也佫有2012年奥巴马伫竞选的时阵，代表华盛顿 D.C. 的记者，甲奥巴马做访问的叫做 Scott Thurman 主持人。美国的国防部官员来三个。美国情报局在咱的酒会隔壁，你甲咱看。我相信咱32个人员也搞不清楚，但是后尾啊，伊的 CIA 这人员啊，拄仔好含咱内底有一个同心有熟识，才甲讲，他拄仔阮拢伫你的隔壁，你甲恁看呢。你跟什麼人說話，我都知道。他要出來的時候，我就跟我們的同心說，
出去不能黑白说呢，和开玩笑的就不能说呢。所以我们会办这边的酒会和记者会，是因为四月二五本来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同样在隔壁而已，一个记者俱乐部我们要办，结果那个记者会实在说完全失败，一个记者都没来，一个美国人都没来。你看全世界，我头一摆看到讲开一个记者会啊，无记者，无人无来参加，干那家己的人在遐参加。啊，这人出去，煞等于讲，安尼足成功诶，啊，已经升台湾政府啊。啊，台湾人奈只戆，啊，刷入去黑白讲，伫网顶，在网路上，对咱台湾民政府啊。无限的、无限的上纲的捏造事实来给人污蔑，甚至给人呛声讲，绝对无可能伫美国办酒会甲记者会啦，美国人绝对无插咱的啦，无插台湾民政府是拢去插因。遐人实在是头壳，我不爱甲伊批评，但是哦，逻辑观念拢无。美国。为2006年10月24日，我控告美国以后，经过半年，美国四个单位开始直接打电话来阮家呢，阮家电话号码伊知呢。但是他们讲，差不多经过3个月，我才改确认讲，哎，这是真正美国的电话。我嘛无遐简单就相信呢，因为要其他见面时我无爱啊，因为我律师甲我讲呢。咱向甲告嘛，律师甲讲哦，你袂当改见面，啊无我律师伫咧呢。美国的官司就是你律师若无伫咧，我原告甲被告私下见面，迄、那个官司会取消掉的。这是美国的司法啊。即边美国已经帮忙到爽快的程度。今日你开酒会当时，美国的最高高等法院公布迄当阵的。辩论庭的辩论的录影带，录音带，因为有真侪怣腿的台湾人，唔知道美国的官司，不知道美国这个司法，伊讲啊林志兴告输起来啦，所以伊才来公布这录音带。当然，这录音带伫事先2009年的这个4月7日。诶，判决的以前，我都已经有写一个评论。恁一定爱家己去伫台湾民政会官网顶端去甲看。咱台湾民政府是向头前一直进行，无管啥物人来动，咱拢甲伊当作石头，细粒石头，那大粒石头交予美国去处理，细粒石头咱免插诶，咱两个行过就好啊。所以在酒会以后的过两天的暗时，我就知道美国的有关单位跟我们说 Roger Lin， 我正式跟你通知3个月以后您要开始准备可以美国的军事政府在台湾的部分会发行台湾民政府人民旅行证件，这台湾政府，台湾 civil government 的，实际上的名称是什么物件？实际上的名称，正式的名称是叫做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真正的名称，台湾民政府正式的名称是安尼才对。但是为着要咱台湾人较清楚嘞，咱是叫战争法的这个名称，改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所以拄啊开始的时阵，台湾民政府，咱的名叫啥？台湾平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正式的名称是安尼才对。但是，你，伊这吼，伊这是现场转播对吧？哈，啊，转播了回声啊，各个棒都登来。咱这是实况转播哈，美国每一集拢甲恁实况伫甲恁看，所以咱拢袂当黑白来黑白讲话呢，哈。所以台湾列岛还是台湾
群岛美国民政府，其实用这个名称，那个简称叫做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即马接到美国的同意，发这个台湾人的旅行证件，你也会记得哦。这旅行证件不是咱发的哦，是台湾民政府秉承美国军事政府的指令下来发的哦。这个新，这个民政府，这个旅行证件是甲现主席美国的护照同款，头前有一个晶片。而且这个护照，我甲你保证100%是美国制作，不是台湾制作的哦。咱的身份证，某人讲，当然，这人咧讲吼，就讲，咱的身份证是台湾印的。我就甲咱的同心讲，我讲啊，你感觉咧？有哪有可能？我都很听有听讲，听咱的工作人员讲，啊，这是美国印的。我足简单咧，你唔通去让遐人将你的内心动摇去。我讲，你想要赚100万无？用有啊，那100万好，咱赚过来无？我讲你准备100万。什么人啦？讲咱伫台湾的，你去甲伊讲，100万敢冒去伊的面头前，讲来，我用100万，即摆你有看的？你既然讲这个身份证是台湾人的，我含你斗阵去因的工迄、那个工厂，那真正伫遐，我这100万随乎你，啊，那无影的时阵，你100万好啊。所有的办公室拢倒，所以无一个人赚到100万。但是网络我别讲啊，是咪啊？有讲阮家的楼卡啦，是印刷厂啦。啊，实在话，这款白贼话，问题是台湾人相信呢？讲阮家的楼卡是印刷厂，我那要做迄个晶片哦。啊，阮楼卡一定足快，晶片的公司唔叫，哎，足快叫我懂嘛？无你晶片是要怎做？所以讲台湾人无智慧、无逻辑观念。即马过来，本来所有的独派，还是其他的团体，拢甲咱笑。啊，你因台湾这个身份证无效啦，迄骗人的啦。结果即马安怎？每一个团体拢伫印身份证。一张300块，那底也无晶片。我若要用安尼无三，迄、那个无晶片的吼，免300啦，我30块我就给你啊啦。我来影印机给你印给你嘛。安尼嘛有人讲去甲申请啊，要300块。台湾人实在吼推的，足戆的呢。啊，你提伊做咩要看？咱的人这边32个去美国，去真济单位访问。人家单位拢讲，你们带 ID 就是身份证，然后有把 ID 给我们刷，大概当过，大家拢知影，这32拢是证明嘛？就是讲啥，包括去咱的办公室，人迄个办公室的大楼的主管，你们有没有身份证？好，来刷，咱的晶片刷，去国会刷。去国务院刷，每一个所在拢有承认咱台湾民政府。上界厉害是入境的时阵，咱的人是惊公务门呢。什么叫公务门？你知无？你捌看电影？迄个报纸里写公务门，你捌看无？敢是拢遐大官伫行公务员有无？啊？哦，北叉机啊，因算什么人？哦，伫台湾就对啦，遐哦，台湾，我伫美国，你惊我看麦？咱的32个去美国访问的，惊公务门呢？公务员啥？拢免甲你检查，行李拢免讲，你讲，因为你是政府的官员呢。迄阵要甲叫干公务员时阵啊，因为要出来时阵，咱的两个队。我每一个队拢会一张的请帖，就是咱邀请美国的官员来参加咱的酒会请帖。去的时阵，咱的团员嘛头脑真好，因为我当阵每一团团长，我会一张的请帖。往你这张得嘞，可能有他用到，
个人去的时阵，伊甲海关讲：“阮是台湾民政会团员，我要去美国开一个酒会，要邀请恁的官员来参加，我要见公务员。”啊，你要证明啊！美国听讲真歹呢，啊，你的证明在哪里？你就提 invitation， 就是迄个请帖，各位身份证，无提护照啦，因为护照是中华民国。身份证，人伊看咧 ，OK， 行公务门，啊，迄帮人本来有几千个，啊，排队排到死，我甲你讲，敢若排队排了几点钟久，公务门免排队啊，我一日过去啊。所以各位，台湾民政的官员会当行公务门。啊，你有欢喜无？所以，国过去，咱开始美国为年底开始有真济单位会来访问咱，咱买真济单位去解访问，所以咱的政治局、事务局内底，为后礼拜开始，我开始和各位见面。恁都够要会付嘞，因为恁即马高级班以后。有的人就去用经济的政治局，有的人用经济的事务局，甚至有的人乃当入去决策委员会。啊，你讲啊，我是要哪入去迄个单位？你家己本身爱较计较咧，你爱甲你的州长较接联络咧。啊，无你的州长来办你？我问你，你敢那讲？啊，我有遮尼啊大能力，安那拢不爱用我？唔是我爱用你，你家己不要推荐你家己。所以你也跟州长，咱这边明仔暗时有一个座谈，州长拢会来参加。好，爱让州长办理，啊，你也让州长讲，你的长处伫倒，安尼州长就会用你。尤其是这个州内底的内阁，中央的内阁会甲你用到。所以我也甲各位讲，你参加台湾民政有一个好处，你袂牺牲生命。我不爱牺牲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是安怎？各位用法律，唔免用暴力，唔免用武力。所以，你若过去，你我知你嘛真爱台湾，但是过去有真多人甲你讲，咱都要来革命啦，才会成呢，迄个死啦。伊若要革命，你讲啊，你做台生，我甲你保证，大家走甲离苦卡。伊讲哦，枪哦，你想你在先，所以老公讲要枪，要革命，要用迄个武力的，你一定爱甲伊讲，拜托你行上海头前，我对你后壁，你袂无？那要用武力，你举手我看，啊不爱举手我看，拢嘛不爱啊，我嘛不爱，所以呢，咱用笔会赢的时阵，当然用笔就好嘛，噶毋是？所以。今日台湾民政府是这个所在，上课已经超过两年半，特别三年啊。今明年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就三年啊。实讲，咱的速度嘛算真慢了。美国要要求爱四千名，咱即马呢阿未高级班阿未到三千个，当咱真拍拼，因为咱希望讲，逐个人受过高级班、初级班。咱家就是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以后的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所以伫后日，咱大家拢会当摕到一张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啊，这张证书听好清楚啊，是一世人有效，活愈久领愈多，敢那秘书。保险公司的广告，但是是啦，但是袂当收少年。迄当阵吼，一个讲少年哦，啊头前几支啊讲啊，哎国考也来参加啦，我来拜托的，袂使。啊，差不多是初中超爱三年左右啦，有读过历史的，唔只有艺术。啊，你啥物人拢唔知来上课？啊，即摆国考啊上课上，等于拢甲因老师辩论呢。迄小学五六年的吼。咱想想，甲伊老师所教的历史拢无共款呢。老师感觉真奇怪啊！我讲奇怪呢，去拜访伊的家长呢，用你的囡仔那翘家呢？
真正的历史伊拢知影呢，阿爸拢唔敢讲，伊拢敢讲呢。老师讲的，啊，因爸母在咧笑，伊讲吼，我的囡仔有去参加台湾民政府的初级班甲高级班，啊有影，啊老师嘛来参加呢，唔是干那老师参加呢，司法官、校长拢来参加。最近开始，现任的警察人员开始来参加。你也看，咱以前啊照法律来行，什么人都唔敢甲你顶当。咱车牌开始发行啊，对不对？我著甲各位讲，人美国甲咱交代，车牌一定爱头前的半年爱红牌，咱的牌叫红的啦吼 ，USMG、TCD 安两个，迄个号码，红牌甲白牌一定爱做一挂，小来做一挂。因为白牌的部分就是中华民国的白牌嘛，白牌的部分要够有什么物件，要够有保险之类嘛。那个保险阿未创好势嘛，你嘛阿未参加嘛。万一闹代志，美国人是真重视这个出代志的迄个保险呢。所以跟你讲，甚至今含警察人员都跟你讲，有个人哦贫惰啦，白牌哦放在伊的驾驶座啦，啊干那挂红牌啦，警察甲抓落来。要甲开单，伊讲小等嘞，我冇迄个白牌呢。伊讲你唔是规定甲咱白牌甲红牌爱做伙挂，警察呢，含警察人员就知影讲白牌红牌爱做伙挂呢，啊，咱的人唔知呢。所以我听你讲吼，那个台湾民政府这个官员爱守规矩啦。哦，你看这是正讲的啦，白牌红牌做伙挂。啊，即摆白牌红牌做伙挂，含迄个 ETC 买这样贵呢？经过 ETC ET 卡电话来，好，咱的车主，伊讲吼，啊，你来挂迄支红红是啥物物件？伊讲我是美国军事政府的车牌，美国发落来。啊，你袂使呢？伊讲小安那袂使，你来知我的电话，伊有白牌嘛？啊，你会卡电话话，你是民间的公司，你有钱好赚的话，有通收钱的话，啊，你管遐济要创啥？你敢做一个记录？安尼为迄个时阵开始安排伫。ETC 的记录咧拢有啊，所以即马开始，你嘛照常会当走来走去。这就是美国跟咱讲，哎，先让中华民国遐戆腿哦习惯啦。到今日为止，中华民国警察无找咱来麻烦，无跟咱开一张单，你有感觉真趣味无？这毋是咱乌白讲的啊，咱一切照法律来，即马含警察人员嘛拢知影呢。伊个会甲驾驶甲讲哦，啊！你的规定是红牌、白牌做一挂，你乃无挂。哦，我是来讲哦，迄个咱的同心，你甲讲，我都爱笑咧。我含含警察就知影，啊！你家己，咱家己安尼无守规矩，各位，咱来守规矩啦，好唔好？拜托诶！咱伊嘛知影，咱一直伫训练呐，四千个，但是我看咧，我考虑讲，台湾训练到年底啦。所以呢，为这个九月七日以后啊，那每一礼拜拢有班呐、啊，两班的初级班以后就高级班，两班的初级班以后高级班，第二个训练好较紧的，四千个马上要甲达到任务啦。但是我即马开始甲州长讲，素质足要紧的，要安怎训练台湾民警的素质？我甲你讲吼、哦，我若讲到素质，我会烦恼呢。是安怎讲会烦恼？我若问讲，你会贪污无？你讲袂，大家拢讲袂。无钱会贪污，你会爱钱无？你拢讲袂。但是我甲你讲，白花花的银子放在你的面头前啊，你就倒啊。以前今年四月发生遐个代志，是啥物物件作祟？钱，几十万啊，你就倒啊。哎、欸，你来。电脑来骂林某啦，骂秘书长，啊，我别讲讲无要紧，你若讲一摆，给你15万，啊，就好赚无？有无？有好赚无？就好赚的啊！你若好，我嘛敢，对不对？你要看足济啊，迄拢是15万呢，引起的呢。啊，都有人要出这个钱啊，啊，有人要甲接受啊，啊，因绝对无可能。办酒会啦，啊，咱们过来讲，咱的酒会办了足成功的，
第二天美国正式有关单位讲，三个月以后，给恁发旅行证件。所以，咱即马伫即个公民权利法里个加一条，你若要领旅行证件呢，你只要申请有台湾民政府的即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我们就发给你旅行证件。啊，即马有人就来，我甲恁吐槽，啊，你摕旅行证件袂当出国是袂创啥？有理吧？有理啊。遐推下面的，伊唔知影讲，当咱那旅行证件开始发的时候，中华民国都爱用的海关爱那伊有十空，我爱留两空给咱啊。敢那未输亲像三一的芝麻米海啸发生的时阵 ，AIT 派人去伫个海关啊，规个拢甲占起来，伊家己遐等因啊，有迄张图啊，我有天我互恁看 ，AIT 的情形就甲咱共款啊。你要看嘛？啊，所以你烦恼讲不能够出境，哎吧，这就是啊。伊坐飞机落来，经过伊就直接出去啊。行李嘛，免检查，每一个都是公务门。所以，即马开始，这三个月内底，他们甲各位讲 ，application form 已经开始寄来咱的办公室啦。但是咱的办公室经过讨论以后，咱和美国决定以后，咱就开始发到各州。你若要是旅行证，你来申请。申请以后，你要有身份证，咱才甲你承认讲你是台湾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明年四月到六月要伫台湾发行中华卡的身份证，迄个时阵。台湾人面临选择，你要变作中国人，你就拿中华卡；你要变作台湾人，你就拿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发的这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甲旅行证件。这份旅行证件甲美国的护照同款价值，会当去伫全世界193个国家去旅游。然后代志是由当地的美国大使馆。来给你负责，啊，这不好用吗？但是你袂当摕两项，你袂当讲摕中华卡，啊，过来摕咱的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旅行证件，袂使的，会当摕一种尔，啊，就予大家去决定。啊，我相信在座各位，你来是这里训练，足简单，你就绝对要摕，要做台湾人嘛，你要摕台湾民政府的台湾身份证。甲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嘛，会记哩。这个旅行证件是美国军事政府所发行的，伫美国印的，内底有晶片的。所以这边，咱伫美国去开酒会时阵，其中嘛有经过亚特兰大，有经过底特律。我甲你讲，即马美国的海关啊，渐渐开始知影。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啊？那个身份证内底，你个边后边看咩啊？写一个 USMG， 伊个海关在身份证讲，哇哦 ，USMG 的卡片呢？各位，你无定听起来，感觉迄也无虾米嘛，但实际上 USMG 的这个卡片。代表讲，美国，咱开始要要求伊来承认《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无结束。高等法院发表迄个录音档案，就是再一次的提醒你台湾人，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没有离开，所以台湾所有代志拢爱甲问美国。真简单嘛！中华民国的总统当选以后5月20日的以前，若无得到美国总统的贺电，伊就袂当上职。美国的总统的贺电代表啥？表示伊给你批准，你会当来代表我美国去占领台湾。所以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台湾人去选举，
这种是莫名其妙，但台湾人唔知呀。台湾人到今日，尤其是民进党，我听你讲，民进党实际上是叫做台，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啊。伊党章第一条叫啥？中华民国，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继续落去，你台湾就一定死的。敢若亲像三凯，三凯迄个叫做雅虎主席，伊头来讲，有一个学者甲伊讲，台湾和中国管吼，就袂战争啊，你看到鬼？想台湾和中国管就袂战争，台湾和中国管绝对战争。那战争，美国爱介战啊！台湾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地啊！你占领者，你就要负责咱的安全啊！最近报道不是你写吗？今日啊，昨个报道讲啊，因为马英九，伊讲唔免做兵，有无？迄、那个唔免做兵的原因是啥？因为2006年十月二日，咱控过美国，我台湾人唔免去做中华民国的兵，因为中华民国在法律上是我台湾人的敌人，我不用效忠中华民国。所以，当马英九伊的国防部讲，伊要恢复两年的做兵要60,000人，各位，我甲各位讲，伊若敢恢复，我绝对搁再一届控告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当时都已经甲答应啊，伊一定叫中华民国袂当征兵，喊募兵我嘛反对呢。你募啥物兵？你若要募兵，你找遐中国人去做。所谓的中国人就是所谓的，这两字我足歹讲，但是我无讲你听无咧，外省啊啦。伊台湾都无外省这两字嘛。你若要用外省去做兵，我不反对。但我台湾人袂当做兵啊！第二世界大战轰炸咱的是啥物人？是美国嘛？噶毋是？中华民国甲美国同盟国啊！中美国去当阵轰炸咱，所以美国是咱的敌人啊！所以国务院甲今日认为讲台湾人是美国人的敌人啊！是咱台湾人家己热脸贴了冷屁股去叫中华民国，因为美国国务院对中华民国真好啊，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害死台湾人的一个法律呢，一个内国内法呢。因为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人是啥 ？People on Taiwan 呢？还是中国呢？古今创和平，台湾人是啥 ？People of Taiwan 呢？美国就来这套呢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台湾人，你听无？你台湾人真正你讲英语乱闹，你无乱闹啦。上个简单嘞，我有等你去爱笑啦。咱32个唔会去美国有啊？啊，拢美国嘛，对不对？我著注意点听。大家你看美国，我都讲话，我会使讲话，但拢滴滴嘟嘟啦。你讲英语乱啦？有啦，我甲看看咱全场啊，三个人英语啊，讲甲美国人差不多个啦。这三个拢是啥？细汉就美国大汉嘞，啊，无是加拿大才大汉嘞。遐个人伫讲英语就真好啦。啊，那咱不管你读啥物啦，我嘛同款啊。你读个博士嘛同款啊。因为真济人拄到英语啊，要翻一句话时，一定先啊用台语还是北京语啊，囥在你头壳内才个翻过，爱速度就慢去啊。所以呢，啊，过来，因为真济习惯上的用语，你唔知啊。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中国台北都唔对啊！Chinese Taipei 是啥？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啊！那是你，所以你唔通干呐看迄个英语的表面上。所以希望讲你来读国际办的原因伫这个所在。咱这边伫美国的酒会啊，我敢讲各位讲啊，真正真感谢这32位。的动心嘛，千里迢迢啊，才去美国来开这個酒会。这边的酒会会当讲是真真正改，会当来改变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地位。的这边的酒会咧，
跟咱各国有一个活动，就是伫十二月二十甲二十。即、这个十二月二十甲二十，咱要去日本。三年、两年前啦，2012年、2012年，两连续两届。咱2011年的时阵啊，咱派了150个人去日本，去靖国神社，去参拜这个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参拜以后，隔两天，咱去日本的国会去参观，去日本的东京都去甲参观。啊，二三的时阵，咱去皇宫去甲日本天皇78岁的生日甲祝寿。头一摆，历史以来，日本的皇宫头一摆，除了着日本的旗啊入去以后，台湾民政府旗啊入去。迄、那个图互各位看卖啊！这是2011年的旗啊！喂，敢那安排伫日本天皇头前30公尺呢？安排咱的旗啊，会当入去是啥物人？宫内厅安排。上台第一关甲咱动嘞，但是刚到第二关的时阵啊，雄雄宫内厅敲电话来，甲警察讲，因会当行旗啊入来。所以咱行迄个旗啊入的时阵，伫2012年旧年啊，日本的皇后特别甲皇帝讲，天皇讲，头前迄阵穿乌的旗啊，旗啊甲日本旗无同款，遐拢是台湾民政府来给你祝寿的。来看看咧，2012年迄张相，这张就是2012年的。你也看嘛，旗啊看几偌济？2011年的时阵啊，日本的媒体来2012年倒挂出来。2011年的时阵啊，日本的媒体惊一跳呢。啊，这个所在就这款旗啊，未当入来，那香港文文也在做，所以伊的媒体啊，足计较的，将咱内底台湾民众的旗啊，弄个涂红色。看来敢若换日本旗的，但是到旧年都无同款啊。所以各位，今年多花伊80岁生日，咱换来同款，这边吼无爱伤济人，敢若要120个人就好啊。因为咱去甲日本天皇接收，袂当浪费，咱是代表政府呢。所以每一个参加的人，查甫查某拢总爱穿乌色的西装。哎，乌色的西装伫即个明仔载中昼，迄、那个牛西装啊会来牛，无甲你强迫你爱订啊，但你若买日本你爱订，因为咱后摆乌色的西装就是咱的制服。咱若你讲吼，即天爱穿制服的时阵，你都爱穿制服。咱甚至美国开起记者会，大家拢穿同款，拢种乌色的。咱去经过海关，拢乌色的。美国海关对咱真重视啊，有即阵人。拢穿西装嘞，当然不是穿出足了不起啦。但大家人拢穿的时阵哦，迄个规个团体的形都拢走出来。所以今年的12月20甲20，今年有一个真特别。12月22，因为伊去靖国神社嘛，啊，我甲各位保证，咱去靖国神社，日本的夜深人静。靖国神社，咱大概拢是入去甲伊个内殿，日本皇帝伫拜所在。日本人都从来毋捌入去内殿呢，但是咱，因为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所以咱有资格去内殿，甲靖国神社参拜。这是何等的光荣啊！含日本人讲，哈，你能去内殿？啊，我那也袂使，因为是伊日本人是国民尔，国民，我们是臣民，所以呢，从即马开始，到12月，还过几个月啊，伊会当开始欠钱啊。但是我先讲吼，120个就满啊，为明仔开始报名，伊先交钱38000块，先交钱的人摕到位置。啊，这个咱要去的时阵，会记了，咱绝对住的饭店。咱过去是住伫迄个啊，做巨蛋，上新的
两个人一间房间，咱用的车绝对是一年内底的绝对的新车啦。因为安怎？因为咱真正旅行旅行团去日本哦，拢坐迄白牌啊，迄较俗嘛。歹势，我甲讲啊真清楚，我台湾民政府就是代表政府的官员，我一定爱用上好的车，一架车内底坐30个人。哎，咱嘛爱做一下民主呢。我即马甲日本人拢臭屁呢。我即马是恁的欧尼桑呢，我是恁的哥哥呢。恁即马日本是比阮较细汉呢。因无，因他们不服气啊。我是安怎？因若来上课，我若讲清楚啊。我日本天皇甲恁叫啥？是毋是日本天皇的国库民勇士啊？啊，你知影日本天皇叫阮叫啥？臣民呢，臣民呢？哎，那有可能？我著讲互听。所以因日本即马开始安怎？要修宪啊！伊要讲安尼卖袂使，安尼日本天皇会互恁抢去，真会互恁抢呢。所以过去台湾人是日本人较袂输，伊较大，对不对？迄阵是殖民地嘛。在1945年4月7日，昭和啊，日本的这个明治迄阵实施的时阵啊，哎，咱甲日本完全同款，迄阵变作兄弟啊。但是因较早嘛，所以因阿兄嘛，阿咱小弟嘛。但即马无同款嘞，战争失败以后，因叫修改宪法以后，哇，因不做小弟啊，风水轮流转呐，咱等等来讲变做大兄啦。所以即马日本看到咱，看到我拢足客气的，因为我即马拢会甲因讲啊，甲开啊，我甲讲啊，安倍晋三去访问苏联2次，大概要叫普京甲消遣。普京甲讲，伊要去甲普京讲啦，你要还给我北方四岛。普京甲讲哦，北方四岛不是你日本政府的啦。哎，北方四岛本来是我们的、啊。他一讲，涨了，周杰啦，七个日本人来，拢大下告诉我，我甲考试啊，我甲问讲，你听清楚，我讲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对不对？对，举手，敢那袂出去上课啊？拢嘛举手。我甲讲答案，我继续搁听。恁讲恁住伫对，伊讲伊住伫圆山饭店。圆山饭店是住在圆山饭店的人的，对，举手，拢无人举手。我讲，因为你住伫银山饭店，可是你圆山饭店的所有权量你摕袂出来。你住伫日本，你的所有权量伫啥物做？你摕出来我看。你哪能讲你的？你讲这架车我的有汽车有行车执照嘛？你讲你也会噻？这间厝我住伫遮有所有权证，迄间厝你的，日本是你的。因总讲讲啊不日本上面人，我你想我清楚，日本上的上面人有资格讲日本是伊的，日本天皇啊，对，日本天皇伊的日本啊，啊恁家是讲借大的尔呢？日本天皇有所有权，但是日本政府有管辖权。所以管辖权会变来变去，该算你要就换，这就是法律啦、啊。因恍然大悟啦、啊，大学教授呢？日本大学教授呢？直接上我的课，上到遐个人哦，心服口服顿顿的，讲阮后摆要参加你台湾民政府。哎，无唔对啊，他参加是没有错的、啊。当臣民，因来等于拍拼爱修改宪法啦、啊。啊，所以安倍去跟苏联的总统普京讲，北方四岛不是你日本的，你回去多多念书。平安邦来等来，两三个月前国家一拜，这拜普京嘛叫上家讲啊，你要回去多念书了。啊，你看做一个总理皇宫多念书，看偌浪费就好了。我甲伊问因。七个嘛，我讲人普京安尼讲安有对啊唔对？因为讲迄为足实的呢，我无实的。哎，啊你哪里讲？我以前正爱读册，我北方四岛唔是你日本的，啊？为什么不是？哦，伊就讲历史呢。我北方四岛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哎，啊日本唔是日本帝国，我歹势。来，我问你。日本帝国甲日本政府有共款无？有啊？无共啊！
宪法甲修过啊啦，第四条、第九条修过啊，已经无共款的一个政府，无共款的一个国家啦。法律就是安尼啊，所以原来日本帝国有得咧无？有啊，有。日本天皇也得咧，日本帝国都得咧。这是法律啦、啊，所以你唔通日本人，你将日本现出是日本政府，甲过去日本帝国，甲日本天皇甲搞错了。你日本天即马无咧尊敬你的日本天皇，无要紧，我台湾人要尊敬日本天皇。咱敢若尊敬日本天皇，该尊敬他，该效忠伊，咱台湾人这个国籍才会造出来。咱即马去予美国判决讲没有国籍，原因伫这个所在啊。所以因遐听听的，哦，恍然大悟啦，创几波，听几波。甲即马，因家知影讲，因甲大日本帝国，很多些日本政府是已经无共款了。所以日本的安倍一直拍拼，讲伊要修改宪法，原因伫遮啦。所以日本伊即马要修改日本的宪法的时阵，咱十二月二日，今年咱甲改变，叫因来上课。十二月二日，咱要请安倍晋三来演讲，咱要请。东京都的市长石原慎太郎来演讲，那么请全日本上界有名，咱这边是靖国神社拄到迄个萨库拉尤西可、樱井良子来演讲，啊，再来请一个众议员来演讲。咱那迄一天，十二月二日，伫饭店会当请到七四个来演讲。我靠，你等下就等下时阵，你就听我打几波啊啦！你吼含伊翕相啊，对吧？你敢那伊个粉丝咧？哦，你去问讲哇，这什么人？安倍晋三啊，这什么人？石原慎太郎啊，这什么人？樱井良子啊，这什么人？众议员值回票价啦！你日本人要听这人演讲，爱交钱的，你知不知？交五万、十万呢？你们就是讲，你日本吼、哦、听名嘴啊，什么演讲免钱的呢？你看这个、那个金啥？迄查某叫啥？我都想也袂记咧。啊？唔是啦，迄台湾人啊，金美玲啦，金美玲足爱滴日本演讲，啥？因为伊来见拜演讲，拢几百万的日票哪摕咧？日本是安尼呢？所以你唔通想讲哦，咱叫迄安倍晋三来，叫迄个石原慎太郎，叫迄个樱井良子，啊，叫众议员来，你拢中着安尼？演讲煞你该翕相啊？我把你当个臭屁几波啦！恁老爸是讲，你妈妈曾经跟这个人拍照呢，政治人物呢。但是我跟你讲哦，咱即马开始报名，38000交清楚的才开始准审。你们两个我交1万块，伊拢无准审啊，交清楚的准审。啊，但是你若交了，你袂当退啊，啊不可以退。我先讲，因为安那呢，我即马这边吼，随交钱马上甲买机票甲买出来。因为十二月二一甲二三，都拄啊好日本的迄个大的节日啦，放假啦，饭店啥足歹订的，所以这边呢，我想讲120个人去，啊，你若要参加高级班的，才有资格参加，啊、哦，只有高级班的学员你才可以参加，你可以去啦。我相信哦，恁以前捌去日本啊，但你无讲去这边含咱的迄个团员哦。啊，对，但是我跟你讲哦，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守规矩哦，因为你是政府官员，啊，足规矩的，你唔通去啊哦，哪行哪步分人，哪行哪食薰，这是绝对袂允准的。我先跟你讲哈，啊，要食薰，人日本人冇规定，要食薰哦，有一个所在袂当讲哦，伫公开场所啊，过来去日本哦，会记得哦，你只五天四夜内底袂当加食酒，绝对袂使哈。我先跟你讲啊。你若啉酒会安怎？就简单啊，回来了吼，当然你还可是咱的成员啦。但是呢，政府官员给你提，迄名给你提掉，不可以喝酒，一定要规规矩矩。人若叫你安怎排队啦啥，尤其是伫迄个日本天皇这个记这个做日本天皇，我给你保证，今年日本天皇绝对会向咱，特别向咱这个团体打一个招呼，安尼好不好？
咱一步一步已经向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若无出手啊，台湾无可能正常化。啊，美国若无出手，嘛无可能正常化。所以咱来攻日本，爱攻美国。美国是讲，啊，你训练四千名，我政权才要交予你。你也甲问讲，是安那四千名？那袂当四十名就好，因为当年丹尼伫行政长官公署的时阵，伊看了一批名的中国人来接政权，起码两千三百万人，按照比例，我们要训练四千名的人员。当然啦，有的人讲吼，阿爸无钱，阿爸去日本三万八足贵啊，真正足贵，我嘛知影，无要紧。你今年无钱，你少欠的，搁欠一年，明年再去。但是要去的人，一定要遵守咱的规定。今年，尤其是今年啊，因为过去咱是去那个拜访，拜访因嘛吼。但是今年无同款哦，我今年要请因来，来演讲。来演讲的时候，咱就为来这个听伊的话，当然你不要自己嘛吼，也要自己请你举手，无半个。啊、好啦，一下我相信你也未足清楚的啦，但是别烦恼啦，咱有翻译啦，讲一句翻译一句，讲一句翻译一句。啊，由于咱底下吼，咱即马受过咱的训练以后吼，伊若讲唔对的，咱就甲吐槽。安尼咱互伊感觉讲吼，哦，即马台湾人的水准比日本人较悬，因为。日本人即马来看到我，坦白讲，拢徛啊直直呢，神社神社神社安尼叫呢，是啦。日本人真尊重讲，你学问比较悬呢。啊，我伫国际法内底，唔是我哩臭屁啦。我伫国际法内底，我甲你讲，我绝对是全世界 top ten。我一天有一篇嘅文章，登伫咱嘅官网顶面，你爱去看啦。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买那个台湾新台湾论，不是叫你买领导好看呢？遐大本放在客厅真好看，不是呢，是你要去烫呢。所以我跟你讲，后摆你嘛要跟你人民官员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新台湾摕来借我看卖，看你有读到乌乌无？啊，若无，你有真济论述会火气呢？我来小问咧。你已经有新台湾论，你举手我看。啊，无会请你举手我看。欸，你无爱小检讨呢？你无遐天才啊！啊，过来，你逐天有上咱的官网伫看咱的文章，请你举手我看。欸，真诶啊，假诶呢？你知影吼？咱迄天九月七日电视的转播的时阵啊，有几个人上网去看，你知道嗎？十万人啊！即卖呢，咱每一天。上咱的网的顶端差不多一万两千到一万五千啊！啊，所以呢，即马含中国人一天差不多一千个来咱的网站去看呢。所以可见讲中国开始改变了呢。安尼改变，照国际法来。伊即马上简单啦，伊来看咱的网站，来学国际法，伊拢免开钱的呢。但是呢？我看最近中国的海军的苏联讲啥？我们要按照国际法。欸，我讲吼，中国人按照国际法，天下就太平了。这个国际法主要就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啊讲的。那帮在农庄的时候，因两个人讲八点钟久，拢在讲国际法。等伊以后，伊甲讲，你中国若要强起来。你一定要遵守国际法。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万国公法啦。你若照万国公法，安尼世间就免战争啊嘛。所以这边本来是美国要打叙利亚，但是无代无志，让伊国务卿啊，伊甲讲啊，伊是开玩笑讲的。你若讲叙利亚愿意将化学武器交出来啊，啊美国就不爱甲你打，其实袂当安尼讲啦，因为。叙利亚是真复杂。叙利亚伊个反对派是啥？基本教义派。
基本教育派是啥物物件？就是迄当阵美国的迄个贸易大楼去甲炸掉，迄个组织啊，就是迄宾拉登啊，迄个组织的。所以美国头壳听啥？伊若甲拍阿塞德，就是现主席的叙利亚的执政，甲拍阿塞德的时阵哦，伊即个反对派才爬起来，而且美国不愿意见到了。所以美国，但是伊确实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伊若无甲拍，安尼国际的即个局势啊，即、這个结束就歹去啊，就无去啊。所以伊一定爱拍。所以迄阵我是讲哦，伊不能甲轰炸一天两天，安表面上甲惩罚。但是因为伊国务卿直接甲讲，你如果交出武器，他可以不打。啊，所以呢，即摆无歹讲啊，无我以前讲哦，伊绝对甲拍。奥巴马绝对爱甲拍，无甲拍是无做未杀的。所以咱这边哦，咱三十二个去美国有啊，啊因美国人有滴反战有啊，啊反战的时阵哦，啊咱的人啊戆戆的，遐么徛，遐 CNN 的实况转播的时阵，咱遐么徛外去呢？好看咱听讲，反战，看个叫都转来，啊无叫吸到吼，要求奥巴马讲，你这台湾人，台湾民政府来去甲反战，咱即马爱徛伫奥巴马的身躯边啊对啦。安对不对？所以，这有当下吼，你国际上一寡代志处理吼，爱目睭爱看嘞。你唔通英语唔慢吼，啊戆戆哦，啊去挖唔着边嘞。啊，台湾人常常做这款戆代志，敢那亲像咱遐叛乱组织诶，有个人一日听讲，哦，因讲两个月就要接到捐款嘞，两个月这个秘书长就甲签掉诶。哦，较紧嘞，迄个袂歹嘞，迄真嘞嘞。啊，他即摆已经四个月啊，我还是好好的在这里。啊，叫上过叫遮济人，啊，可去开美国的记者会，要请你到，无头脑啊，智慧啦。台湾民政府是安那成立呗？就是伫战争法内底，照战争法的规定，什么叫战争法？我再跟你复习一下，所谓的战争法是五个东西：第一，海牙第四公约。你拢免记诶，我讲完你就记起来吼，头脑有够好咧吼。海牙第四公约，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红十字会有关战争的部分，对红十字会章程的有关战争的部分。第四个，对美国高等法院对战争的判决，还有百几个咧。第五个，就是。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内底三千几条，这物件加加咧叫做战争法。战争法不是条文式的迄个法律，是用惯例法、习惯上的法律。美国的判决啊，迄个例就是，可比讲，1953年最高法院对。Harris， 迄个有一个叫 Cross 对 Harrison 的判例，伊讲啥？和平条约生效，没有代表军事政府占领结束。就是军事政府占领，唔是讲和平条约生效，安尼就占领就结束。啊，若要结束，就一定要美国的国会，啊是总统宣布结束，啊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安尼叫结束。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今日，没有结束军事占领，因为美国的国会，因为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宣布，所以到今日我们还是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啊，占领的意思，我甲各位讲过，什么叫占领？占领就是讲这个所在和当局给它控制的时阵，就是占领。可比讲，我宣布。这个地区飞机袂让飞过，那飞过我就甲拍落。安，这个所在叫做占领。刚才未像台湾现主席是美国占领，美国的军队在一点钟久内底，随时会当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安尼叫占领。你看巴西水灾，美国的直升机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啊嘛。啊，掉迄个山猫直升，我唔知恁要过会记得迄个《自由时报》迄个。迄、那个直升机的驾驶员啊，是迄个白人的，即个叫做查某的，伊镜头伊甲翕安尼，
伊家己去寄个徽章，我是美军呐、啊，我是美军呐、啊。啊，新闻甲写写，自由时报写情况，没有经过啊，做中华民国任何航管的同意，他就直接降落，这就叫降落。所以有真济实际上的情况，就再再甲咱台湾人讲，今日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唔是咱党嘅真济人伫想嘅讲，啊，我都无看到美国人，安尼唔是叫占领，不对。所以你会记咧，占领嘅物件伫我嘅文章内底，当然即卖是还未公布到188、189、190这三篇内底，过几工啊，这三篇。会公布，你会当个读看卖啊？为迄个内底，你着读个足清楚的，什么叫做占领啊？这个代志，大家都会知影。尤其是大家对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唔是日本的殖民地，无了解。因咱读个课本内底，讲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没有错。你会记得？台湾唔那是干那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殖民地，因为殖民地才可以被割让，那么是殖民地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可以割让，所以日本人来你上课的时阵，我甲伊问讲，我请问咧，日本政府甲日本帝国有共款无？伊想几波呢？罗伯因讲，好像一样呢，我不一样。因为日本政府跟日本帝国，伊的宪法就无同款啦。宪法第四条是有关日本天皇的权利，第九条就是讲日本伊无要军队，按日本人若无军队，我甲你讲，伊就是等于是，今日日本若要讲一个较歹听的，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殖民地。我请问你无军队，你算什么东西啊？自卫队是算什么东西啊？警察嘛。所以遐日本人听听，恍然大悟啊。因吼，伊甲邀请，我邀请你来日本，大家来跟演讲。我讲 no， 我都无护照咧。因拢感觉真奇怪咧。你若无护照，可以去申请啊。我要来三两千。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我要来请。我也许很快了，也许年底我就有台湾民政府、美国军事政府下面的台湾人的旅行证件，甲琉球同款，因即马开始拢知影。因吼真正要离开的时阵哦，七个人徛咧，甲一个鞠躬呢。嚯、哦，今天在这里得到好多的尝试，因等于因下加遐尤其法律咧。我其实哦，你唔免讲啦，我嘛是伫日本留学的，但是我伫日本留学的，我是读战争法，没有错，是国际法啦。但迄当阵，诶，国际法，诶，战争法的部分呢，日本人读了无深，因为日本人读未深的原因就是，他的英文不行。全世界日本人讲的英语无人听有，干那日本人听有尔。我无跟你骗哦，你唔相信哦。我阿本啊，讲遐英语吼，但是日本人甲日本人伊听有啦，啊，咱无效啊，创几波，甲咱日本人听有伊日本人的英语，但是伊即摆拢派少年啊去美国读，啊，去美国读迄美国正正刚刚的传统诶，啊，台湾即摆他们要这两年啊吼有滴退步啦，我会记得我以前读的时阵吼，英语还不错。但即马呢，英语就一塌糊涂。即马呢，莫怪啦，考零分呢嘛，你读大学，啊，你大学毕业，你敢讲我才没，我才摕22K， 啊，这大学毕业，人讲初中的程度，摕22K 嘛是差不多呢。啊，当然啦吼，啊，有诶台大，啊，台大嘛同款啊。所以我都讲吼，恁会当想讲吼，我都学历无好，我伫民政要做啥？各位，你唔通看你家己袂无去哦。你们在台湾民政府受这个初级班、高级班，尤其这个法律的训练呐，你比遐普通人诶，中华民国系统内底博士啦、硕士啦、学士啊，搁较好、搁较悬，因为后摆遐我拢买个承认啦。
你读唔对诶，迄叫做迄、那个毒苹果理论啊。迄、那个土都内底有毒诶，捡个苹果干会当吃？可以吃吗？会当吃下手？你死了了，我跟你讲，迄土是虾米土？伊个课本内底解拢是毒素啊！啊，所以即摆种咧写出来，大行啦、朴树啦，生迄个苹果变哪只？食只死啦！所以到今日有真侪机会，即台湾人个头脑一直转袂过来，痛苦，你知不知？我真正有当吼，有当想想，骹手拢会软咧。啊，是要去训练偌久啦？四千名才困难咧，要训练两年半咧。当然啦吼，像咱安尼有遮侪人来啊，已经也无简单啦。你甲看下因民进党的啊，凯达格人学校啦，李定威学校啦，啊，国民党的这个也做因的什么什么精英啦，因的训练啦，因无差像咱那每礼拜咧开课的啊，因几啊个月才开一遍，个个无人呢，啊，听讲讲免钱哦，啊，迄无钱的免钱的。都无人，啊！咱这爱钱呢，咱都爱做，咱直接爱食饭呢。哎，你卖讲恁爱钱，我嘛爱钱呢，我嘛爱食饭啊。所以啊，咱的精神啊可佩，真正是为着台湾才来的啦。你讲安尼对唔对？所以咱回去的时阵，我敢拜托恁各位一个代志咯，较高的嘞，你的嘴。唔免惊伊歹势，即个讲未通，卖马上把它排除。讲会通诶，才来得。因为台湾已经是68年诶，即个错误的教育啊！你甲讲遐，伊真正听未落。你讲台湾没有光复节，有啊，那也无啊，课本都有啊。啊，你两家问讲啊，台湾是啥物人来轰炸？你甲拢日本，你要相信无？来。您有去甲，您有问过朋友讲，甲你讲日本轰炸台湾，请你举手。安尼尔哦，啊，你个机会真少个。我见拜两个都拢日本轰炸台湾。啊，讲美国轰炸台湾，举手。哦，啊，袂歹呢，恁拢当着迄个靠学问呢。我以为我拄着拢计程车较济。我感觉我真系气死个。我伫台中坐计程车哦。啊！计程车司机甲我讲哦，我坐了一个吼，看到我，哎、欸，我捌看过你哦，我啊，你伫什么啊？做电视台啥？我好啦好啦，啊，我甲你请教啦，哎、欸，啊，我伊爱台湾啦，我甲你讨论一个问题啦，哎、欸，啊，咱日本时代迄阵啥物人来轰炸台湾？我讲日本时代，给我讲日本时代，日本啊，足大声呢，哦，日本，啊，是安怎？8年抗战，我真正。坐你个计程车后边吼，迄、那个官呢是休袂当啦。日本轰炸台湾，8年抗战，我甲你讲，迄、那个8年抗战嘛，甲你骗呢。是安怎？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珍珠港，12月7日，罗斯福伫国会宣布，啊了国会向日本宣战，哎、欸，国会宣战了，唔是罗斯福哦。罗斯福无翻译哦，是国会宣战哦。计程车12月7日，蒋介石伫成都向日本宣战，真真正正的事实是安尼啦。但是，我去年去迄个台中中兴新村，伊还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务馆，我去参观，咧内底直直行去放豆饼，行50步。你看，我豆饼有一个原文的物件，就是讲中华民国向日本宣战的宣战书，要求一个看啊，来你写啥？向日本宣战是1941年12月7日，什么人宣战呢？不是蒋介石呢？真正宣战的是啥？迄当时伊的主席叫啥？林森，足大只林森啊！啊，蒋介石有名无？有啊。因为伊张伊五院的院长拢有写伫内底啊，伊讲来排名第三第四啊，那伊是啥物名啊？行政院的院长蒋介石。喂，
行政院长会当宣战吗？宣战吗？敢袂使？绝对袂使哩！安尼有甲你骗无？有无？你读个课本是咩？刷入去伊个甲咱课本甲咱写啥？伊讲他不只是宣战，而取消不平等条约，有无？哦，我以前是足佩服的。哦，这人足了不起的，真正是中国人的救星啊！取消不平等条约，我甲各位讲，您起码学过法律啊。所有战争以后所定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你建书那种什么条件来跟人签什么平等条约？打败仗就是签不平等条约。啊你，而且你非接受不可，你俩不接受，哎呀那，你也给我消灭。你卖签嘛？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不能取消的。伊跟他用迄个民族感情，会当甲咱骗，啊，咱台湾人戆戆去互骗骗到今日啦。第一，伊无选战，就是1941年的12月初到选战，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安尼偌久？3年外尔尔。安内八年抗战，八年抗战，伊是为1937年的7月7日的卢沟桥的代志啊，开始算的。啊，所以讲日本的课本写啥？日本的课本写啊，我日本进出中国，日本搁出来，伊无跟你战争啊！你若战争是爱正式的宣战呢？啊，我甲你讲哦，迄当阵因宣战时，日本有放中华民国宣战无？无呢？是安那？迄当阵中华民国有三个，一个伊伫重庆，一个伫南京。诶，汪精卫，搁一个是延安诶，毛泽东。啊，伊讲啊，你宣战啊，你是代表谁？所以日本根本不爱讲较歹听，我都不爱插伊。这种事实啊，但咱捌读诶是安那，将伊蒋介石塑造为哇足大诶，很伟大呢。你一个甲看迄个历史，拢总骗诶，无一项是真诶啦，这中国人诶。习惯了，中国人无飞机来轰炸台湾过，伊是敢那咱个教授，咱个郭牧师讲的，伊迄个名称真好，伊是战败国的战线国，伊叫人怕嘛，叫和咱呢，咱是日本人呢，和咱个拍甲重庆去啊呢，南是美国人甲当迄两粒原子弹。无俩今日已经中国拢无去啊呢，咱台湾人迄阵无俩是中国往那做头啦，因为咱是日本人呢。你也看，台湾人虽然讲是日本人，伫了宪法实施以后，台湾人死去，战争死去，囥喺度，整个心想，整个心想什么所在？就是一个国家要对替国家牺牲的人，政府要甲伊参拜，要甲伊供奉的所在。39100名台湾人底下，中华民国的总理池内底有台湾人无？没有呢，100个无啊。啊，台湾人敢无？无死的吗？有啊，足济啊。迄当阵1945年的时，46的时阵啊，因来的时阵啊，甲咱台湾人前两个师团的志愿军去甲拍伊内战，然后迄两个师团拢无倒来，迄几千个拢无倒来呢。啊、你看台湾人看多可怜啊！即嘛要来的时阵就跟你讲哦，你们回归到祖国咧。啊，你看到鬼？咱的祖国敢中国吗？你唔相信？你家己去验恁的血看卖啊！林玛丽伫长庚，伫迄马街，恁去什么人伊拢家己验？你就发现讲，要是哦，我根本就唔是中国人发血统啊！那阵有嘛是一撮尔啦。咱是正正刚刚的平埔族的后代啦。你看看，你认真看，台湾人的这个面啊，含遐中国人的面有同款无？无同款啊，真正无同款啊。含遐头脑都无同款，但头脑足奇怪，已经甲咱训练到吼，大行拢会晓啊，欺骗啦、红包啦，大行拢来啦。所以咱台湾人吼，咱上这个高级班，主要是爱上什么物件？法律以外，咱台湾人爱开始
家己自我来检讨。咱台湾有真好的文化，有真好的特殊，有真好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族性。咱台湾人，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两阵了后，要到两个月时间，台湾人无警察、无军队，台湾人足规矩的，犯罪率是零，无人判过物件，无人偷摕。敢若袂输亲像311旧年，芝麻米海啸的时阵啊，日本迄种的经营一模一样。日本人海啸以后虽然死几啊万人，但是伊社会特殊足规矩的 ，7-11 排队，遮入去后壁遮入去，有个人排压袂到伊家己枵死。迄种的台湾人对安尼做，我头来你讲美国即边去美国。我听你讲，美国人的长处伫倒，不炫富，袂讲家己好嘢。你看即摆遮社会，拢遐唔正经，咧第二代，老爸偌好嘢，啊，拢什么跑车，啊，弄东西。台湾实在讲哦，咱若无台湾民主，若无较紧起来吼，会害啦。你看人美国人，你搁较好嘢，会紧啦。你下去读册时阵打工，囡仔到18岁以后，老爸老母拢会一般拢甲赶出去。你要为你家己的生活，咱台湾人很困难呢。台湾人真孝敬啊！啊，这唔甘啦，我甲生一个尔，要爱啥就回啥。各位，我们要彻底将咱台湾人的生活品质。那人生的价值彻底改变，做一个真真正正世界上上界好的人，上界有路用的人，安尼好唔好？所以我嘛在你讲呢，台湾民政府的一寡政策，可比讲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你若无厝的，政府拢乎你一间厝。啊，有人会吐槽呢，啊，你钱为倒来？你敢知影？台湾敢若买武器，予遐美国怪去，予遐中国人怪去，一年超过6000亿。6000亿呢？什么叫6000亿？诶，迄个概念你有啊无？6000亿意思是讲，差不多有真侪人哦，拢免趁钱30年哦。差不多是拿以台大来讲哦，会当创30个台大。啊，连续20年，予台大去用安尼呢？啊，那安尼经营之下，你有6000亿啊？18岁以上，我要予你一栋厝，那有甚物困难？你知影即马现出是台湾的空屋偌济？有几间？你敢知影？240万，就是讲一个人有超过3间诶，啊，无人住诶，240万。啊，你遐空厝是要创啥？所以社会上哦，贫富太悬殊啦。这不对呢，对不对？所以台湾民政府就彻底将来执政，我相信真紧。我自认为啊，未真紧，未讲真晚啦，未超过1-2年啦。尤其啊，中华民国乱家去反映啊，一个马英九、王金平，老早王金平伊就是要甲抓来，为什么要把王金平抓下来？伊台湾人啊。但水扁那个官，伊台湾人啦、啊。啊，问题是你这台湾人卡卡戆戆啊！你就是讲你嘛是中国人啊！啊，你中国人，所以你去做中华民国的官。啊，你台湾人做中华民国官，伊差别，伊战线国，你战败国呢？你战败国呢？战败国是安怎？我是感觉讲战败国有战败国的尊严。日本人，伊战败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底，伊嘛是爬起来，佫变作世界第一强的国家。当然，即马现出是，伊嘛家己爱争取。即马日本，你知影日本的战争的时阵，要结束的时阵，伊要有几只的航空母舰？29只。航空母舰29只呢？中国即马干那一只就做甲稀稀平，唔知要安怎才好呢？讲伊要做，佫做2只。哎，嘛，请咱的演讲，伊才知影，因为伊本来
干那买迄只，伊讲啊，像安尼就真赞啦，伊有迄个航空母舰，啊，上课拢伫听咱讲啦。我若无三只航空母舰嘛，无成为舰队啦。我一讲讲，伊就开始做咧。我讲哦，你唔通看中国，伊无你看，伊中国哦，咱这个节目吼，伊确确实实拢真正伫看，而且唔是干伊伫看尔，包括美国的国防部内底拢有三个人固定伫看咱的文章，我讲的这话拢该录起来，啊，迄个文章啊，拢甲翻译出来，三个人美国囡仔去翻译迄个翻译英文，那叫三个，安尼三个人翻出来，那阵有同款的存折掉，所以。我常咧讲，战争化的物件就是后摆这个世界会让用的。后摆战争袂真济，但是呢，战争化会变作一个国际法内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咱台湾人，台湾人要行出来，要行做台湾人，要行出这条路，剩这条路尔。用国际法，用战争化来解说台湾的地位，100%拢会通。啊！你来查国际法，普通的国际法来解说台湾的地位，我跟你讲，解说超过40%、50%尔尔啦。啥呐？台湾未当独立，大家拢搞不清楚啊。啥呐？台湾不是日本天皇伊的殖民地，大家搞不清楚啊。大家人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4月1日，日本的诏书叫满国公安甲实施，予咱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含遐七个日本人拢教教授呢，这个教书啊。迄当阵旧年，日本的外务省两个官员来咱家，我摕这个教书我看，我讲这有效无？两个官员讲这有效。啊，今天有没有效？有效。啊，为什么有效？因为日本天皇今日又搁伫咧，所以日本天皇的教书仍然有效。皇帝讲的话。那会当无效，啊，那有效就表示啥？表示像美国讲的，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要阁是属日本天皇，只不过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和日本天皇嘴塞起来，来嘴去嘴塞起来，无表示讲日本天皇袂当点头，袂当摇头呢。所以咱是啊，大家拢去啊，接受，和日本天皇知影。你唔通袂记呢？你要阁一定的臣民。住伫台湾呢，有真侪土地，即台湾人当替你讨呢。所以日本人讲，你日本政府来要讨北方四岛无法度，但是因为北方四岛是上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袂当讨，安尼免啦，拜托咱啊，拜托咱台湾人讨啊，因为咱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所以咱有资格甲普丁讲，北方四岛还给我们。你们拍手是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就对了。人家说了，本来大家打好打架呢，你们我说了，台湾人不爱打破呢，因为你们太现实了，那么远啊，台湾人也是日本人啊，你那么远啊，还那么寒，也不要低了，跟毛泽东，跟那个江泽民一样，江泽民伊读册嘛，差一半。因为咱苏联的《镜报》的记者两个来访问我，我甲讲这套话，后来了伊转去，伊甲中国、甲日本拢提出条件。啊，北方四岛哦，我欠你两粒，啊，我苏联提两粒。啊，中国哦，迄个夏斯岛哦，甲中国讲，我甲切一半，啊，一半欠你，啊，我一半我苏联来提。啊，中国推阿民江泽民，伊讲伊是民族英雄，伊讲哦，我解决了历史问题，我把一半的土地拿回来了。推阿民啊！你乃就了一半，迄明明都你的，你拢摕到，当然要丢。所以我是讲哦，伊真正是因中华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人呐、啊，因应该叫做汉奸呐、啊。啊，所以讲日本呢，伊讲要四条，我来日本讲啊，我不要同意。你四条拢摕，当然什么一半？啊，苏联。所以说那两个记者，那当阵躺在战争完了后，跟他讲哦，Roger， 我叫 Roger 啦哈，Roger， 你不要跟日本政府讲哦，啊，我们邀请来日本，来苏联访问，全部免费。哦，哎，你也不要跟他讲，我应该是不能讲了呢。这种真正，这种真正事实啦，卖讲干啦苏联啦，
澳洲嘛，国家讲叫我去替因写因的迄个地位。我哪有法度啦？我什么干台湾的母甲母啥啥？因为台湾哦，台湾正歹母的原因啥？台湾68年的教育已经让咱台湾人已经叫做恐孤立起啊，恐孤立啥？迄大妈，迄个，不是大妈家啦，迄个阿门陀啦，拢顶起老死啦，有啦老死啦。你们老死，你甲讲哦，伊个都甲你大细声呢。即摆上届歹讲的是，即台东的这人上届歹讲。点到遐通牌，真好讲。通牌听哈，有美国护照，那、啊、我是你这一边。啊，遐台东哦，头那样顶起啊，啊，都要独立啦。你也无你想看麦啊？啊，这土地啥物人诶？日本天皇，你要甲独立，你按日本天皇啊，敢那真简单嘛？你去住伫国民饭店，互你住一个久。你讲啊，这国民饭店是我的，敢未通？是安那未通？你住伫遐无表示讲，这块土地是你的。你免来公投公投，一楼的人来公投，啊，你拢讲我，啊，这个国民饭店就变我的。就这款的观念真简单啊！国民饭店不是住伫国民饭店的人，台湾人住伫台湾，但是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什么人有权利对台湾这个土地讲话？日本天皇。根据是啥？马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对天皇无处分，啊，无处分就是到今天还是拥有啊。所以2010年，当你办九月七八办酒会时阵，你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啊，上人迄两张图，迄两张图足经典的啊。迄代表讲台湾的这个土地是属什么人诶？就是迄个住伫迄个内底迄个人，迄是啥呀？日本天皇。啊，一美国军事政府见面是为张西开始，为杜鲁门开始。杜鲁门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到今日伫总统伫交来甲奥巴马。所以台湾的地位叫做啥？日属美战。啊，你看吼、哦，咱有一挂叛军啊。哦，讲美属美战呐、啊，台属美战呐、啊，哎、啊，即摆改革，哎、啊，即摆我来讲你呾，我你听你个笑死哦。伊讲哦，美战日属，您听好无？您听好无？我听无呢吼。咱讲日属美战对不对？哎、啊，伊即摆无大嘛，咱记者会开个台哦，伊看我哎，安尼唔对起来啊，美战日属，台湾人哦。迄、那个干巧，迄学迄中国人迄款干巧哦，安尼强辩啊，强要共辩啊，一清二楚。各位，我今日只要宣布，旅行证件，你要申请，你若有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你就可以申请到旅行证件。但是，你若属于叛军。你那属于共产党，属于国民党，你就不能申请，安尼好冇？明年的4月到6月就栽干木啊！迄当阵中国要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伊会透过你影响。你若要申请，伊要发给你，无定伊免钱嘛，不一定。伊中国太有钱呢，咱无钱呢，诶，咱算真牛呢。外口讲你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我拢想无咧。诈骗集团那是骗人什么钱？请问在座各位，你有捐钱，和台湾民政府请你举手？啊，无会请你举手？你拢无咧，奇怪咧。啊，拢无钱，后来咱拢诈骗集团，啊，咪骗啥呢？骗感情的款。啊，骗感情是什么感情啊？对。骗感情是什么感情啊？所以遐阿笨啊，我一日安甲讲，遐阿笨拢笑出来。欸，你讲嘛是对呢吼、哦？啊，甲恁你讲骗啥？我什么都没有，因为伊伫论述顶关，伫法律顶关，无法度甲咱讲话啊。所以伊就只有用一句傲博，用什么傲博？他们是诈骗集团。啊，用诈骗集团上较简单啊。甲你讲诈骗呀，你就甲你解释几波呢？但各位，我从来不解释，我从来也不回应。我刚才问您讲，请问您有钱，有任何钱，给咱台湾民政府无？您拢讲无。
啊，就对啊。你来受训，交的是什么钱？饭钱、住宿费用，这嘛应该啊。啊，你讲三天，不是三天，是一礼拜呢。伊的其他的日子也无伫做人啊啦。那好家在，咱的那个庄主啊，农庄的庄主啊，愿意提供这个所在给咱呢。伊嘛为着这吼、個，吃了不少亏呢。中华民国政府一干干那个最麻烦呢。人民公益安尼，人民公益呢。所以吼、哦，讲起来是实在真甘心呐、啊。伊年纪嘛真大啊，啊伊太着安尼。伊人甲我讲啊，真清楚。我年纪遮大，我无其他的希望。我干那希望讲，你台湾民众会当早一日从中华民国赶出来。所以呢，有真侪人嘛拢愿意甲帮忙。啊，当然啦，咱台湾民政府、美国的官方已经问候咱嘛，咱甲搭伫迄个大门口。台湾民政府。也是台湾政府，拢是经过美国军事政府核准，美国的官方，予咱证明，迄种真的啊，唔是假的啊。你若无经过咱的温准，你袂当加入来，所以咱来这美国旗甲插落去，迄唔是假的呢。凊彩人要入来，敢袂使？袂使呢。所以咱大家人来这受训，你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你的安全。保障也绝对没有问题。为2006年十月二日，咱过美国以后到今日为止七年，无任何一个台湾民政的成员去予中华民国以刑事以上的处分，从来没有。包括咱即摆车牌，嘛是无甲伊开过红单，甚至红单迄个车牌阁送转去行李，红单阁咧收倒转去。迄一天，但是对一个东西嘛，伫高雄看看砸两盖，是你吗？啊，你的那个谁嘛哈，哎，爸爸嘛哈，打电话给我啊，啊，拢实在的人啊，我讲你电话交我警察，我甲警察讲，我讲你这位警察先生，请你打电话给你的上级长官，你的上级长官若讲爱甲伊扣车，甲开红单，红单，你做你甲开，但是我先甲你讲哦。你若开红单，你若车牌甲没收，责任自己负责。我刚才个讲尔，伊就去敲电话啊，敲了安怎？无代志啦，转去啊，转去啊，转去。哎，啊，搁第二站，搁甲查落来，赶快搁甲表演一摆。唔是干那伊遐尔啦，花莲嘛呢？咱个酒店嘛伫啊，花莲迄酒店搁趣味啊。吼、哦，迄警察吼，下面偌歹呢，车牌甲北去。空啊，开红单，哎，过着无两天呢，车牌甲送倒来，搁甲倒好，叫安尼红灯呢，搁红灯我收转去，几啊件拢是安尼啦，拢是遐拄多毕业遐警察啦，所以我定你讲啊，甲中央话唔通直接冲突啦，咱要成啊，何必着介直接冲突要创啥？咱个赢个叫唔通博甲输去啦，当我不要博叫啦吼。咱赢啥？咱马上要接政权啊！你莫害有迄借口，含你发生你的冲突，安尼好唔？安尼使无？今日上课上到这，多谢各位。各位学员，请起立。